看见了吗？好，可以啊，调好了。小萌兰，小萌兰要出来喽！小萌兰出来了啊，要出来吃胡萝卜了。胡萝卜啊，胡萝卜递出来了给我们，萌兰的小胡萝卜递出来了啊。萌兰的小胡萝卜终于是递出来了。我们看萌兰吃完这根胡萝卜啊，萌兰马上就要开玩了，然后，哎呀，又要混乱了，现场又要混乱了。我就看前面我这个自拍杆，这人举这么高，我就觉得混乱了呀。大家一起动动小手吧，三点点赞啊，感谢大家支持啊。今天下雪来现场看萌兰的人太多了啊，看萌兰的人太多了，我们大家帮阿三动动小手点点赞，理解一下，理解一下。哇，今天一过雪，这萌兰超级无敌。啊，不顶。太美。小萌兰吃胡萝卜。其实。小萌兰吃胡萝卜啊，吃的非常的乖。我们看一看啊，我们看一看，吃完胡萝卜以后，萌兰要往哪边去？今天人多，我看着上我都非常的赶。还下着雪呢吗？还下着呢，雪还在下。上午第三波。现在雪还在下啊。萌兰几岁？萌兰八岁。之前行，现在不行。那个必须得有干。这个胡萝卜快吃完了啊！胡萝卜快吃完了。你要在舞台开外就、哦、还不够，还想管奶爸要一点，还想管奶爸再要一点啊？不够，不够，让奶爸再给加点。你看，好像不知道帅奶爸会不会再给萌兰一点啊？看看顺奶爸还会再给我们多来点吗？对，再给我们拿一点。酒吧不显示。啊，等等顺奶爸，会有吗？好像没有啊，萌兰知道了没有？慢慢的，我把杆知道了。哇，酒吧，我能，你能进，我们不能进，你走过，我们走不过，怎么办嘛？你没过，你没过，你过我们也过不了。怎么还在这边打？怎么就让直接过去了？你这怎么能打完手呗？闻一闻这个小竹球。让道啊！哎，来，我们换个背劲儿啊！天天了，哎呦，这厉害了！行了，猫猫在哪里呢？哎，这儿呢，哦，这儿呢。哎呀，小心你的这儿啊！哎呀，木兰在最右边呢。来，往后点，你得往后点，让开一条通道啊！直播往后点。准备工作啊，走起来了，来。在哪儿呢？瞄着面。往后走了啊！在哪儿呢？去找了雨下。找帅奶爸去了。
找帅奶爸去了，萌兰。只寻找消失的萌兰。小萌兰找帅奶爸去了啊！过，你们给我找找来。他们找到了吗？这个找萌兰，在帅奶爸那边了。看了吗？趴在那个小窗口上。谁手机里有？我也没看到谁手机啊！帅奶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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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他给账。奶爸在跟萌兰玩，哎呦呵，在给萌兰人工造雪啊，人工降雪，跟萌兰说下大雪了。是在这边呢，他们。现在又在架子下面要爬架子，萌兰要爬架子。哎呀，半天都找不到凳子。小萌兰上架子啊，在树上玩雪呢。小萌兰在树上玩雪呢啊。哎呦呵，爬得真高啊，萌兰。太可爱了，萌兰。哎呦呵，在树上挂满了糖霜啊。整条路出来。在树上挂满了糖霜。过道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小萌兰在树上啊。小萌兰在树上玩着呢，玩着呢啊！大家一起动动小手，帮三点赞，增加一下播不间热度啊！辛苦大家，小萌兰往下滑呢，在啊，有点出溜啊，雪比较大啊，有点出溜。最好当滑梯使，把树当滑梯使。萌兰喜欢滑梯啊。因为这个背景你把它装口袋里，它有没啥大的。有点出溜啊。小萌兰还在架子上啊，趟雪呢。你看萌兰一走啊，萌兰一走，这个雪就往下滑落。现在清楚了。让道，让下道，让下道。清晰一点。直播去，再直播去，没有了。看我们的帅奶爸啊！小萌兰还在架子这块。还在木架上啊。要往下走。要往下走。这已经是饼了。越往后越是。哎呦，摇手是摇停了。又找帅奶爸去了。要折了，哎呦，有抓朵朵啊，抓朵朵。感谢静哥的左上角啊，感谢静哥的支持。哎呦，小木兰啊，身上涂满了。涂满了雪了。哎呦，好正啊这个。啊，猫猫还真的是喜欢跟帅奶爸撒娇啊。哎，你看这正来摇水说，你们见过帅奶爸吗？啊，昨天这个大海也跟帅奶爸撒娇啊，哎，帅奶爸手里好像有个雪球，啊，帅奶爸手里有个雪球啊，
看看，看看这个雪球啊，什么时候会丢出？哎，滑下来了。能看你手机，能看到就行了。后来手机就看不见。在这边呢，这边呢。下子底下掉白兜，白兜，白兜的，白兜找没问题。又找在哪儿了？哎，给他玩推雪的，就推推推推，推雪的摇石头。哎，哎呦，帅奶爸和萌兰的互动啊！哎哎，帅奶爸又拿雪球丢我们。啊，帅奶爸又拿雪球丢我们。哇，又在门口翻滚，在门口翻滚去了。在那个吊篮边上啊，在吊篮边上，木架边上。哎呀，好可爱，好可爱的小熊。啊，就是就是啊，没动没动，我也在动了呢。还在那块啊，在玩什么？在躲呢吗？在躲帅奶爸的雪球呢吗？帅奶爸打不着。吃东西了吗？这是？是不是在躲帅奶爸的雪球啊？隐蔽自己啊？啊，隐蔽自己，蒙兰，又去找帅奶爸去了，又扒着去了。又再打一个，这两发又血。哎呀，又跟我们玩去了。哎呦嘿！蒙兰说啊，哎呦哎呦呦，跟着帅奶爸往过跳。这就是最经典那个打雪仗的那个。这蒙兰在跟着帅奶爸往过蹭哎。就是最经典打雪仗那个。蒙兰呢？蒙兰在这儿，夹在后边是吧？把灯关上。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这儿呢啊！哇，开心了，开心了！到水池了，水池。完了，现在进水池里打翻滚吧，打滚吧。那个球球滚滚啊！哎，带着捆绑去哪？带着朋友去哪？蒙兰要去哪？在那关注点，宝这里关注。喜欢蒙兰节目，别忘关注。带着朋友要去哪？蒙兰要带上架子吗？哎呦，在这个岔木上啊！这个岔木上啊，抱着盆啊，要炒菜吗？蒙兰。啊！哎呦，扣头上了！哎呀，扣头上了，蹭呢！感谢快乐哥的啊，真爱玫瑰啊！感谢快乐哥的支持，感谢快乐哥的真爱玫瑰啊！又咬着这个绿盆啊，又咬这个小绿盆，感谢喵哥的为您举牌，萌兰最帅气，感谢喵哥的支持，感谢喵哥的为您举牌，感谢。他们进不了了。哎，绿盆掉了。感谢龙猫哥的爱的纸鹤，感谢。帅奶爸在哪呢？帅奶爸还在吗？要上一的马吗？蒙兰，要上一的马吗？蒙兰往矮树这边走。帅奶爸还在啊，帅奶爸还在。
左边是大导板，这边帅奶爸啊，帅奶爸在互动了。哎，我们尝尝去吧，导奶爸去了，叫了啊，叫了，叫了。在哪儿呢？刚才蒙兰也是玩开心了啊，我听到有一个比较小声的咩咩叫啊。这俩吧真是陪他互动啊，你看又找这俩吧，就来到那个地方上架了，在架子在健身，我们毛男是圆滚滚，又上架子了，小毛男。健壮又健硕的身形，双帅合一，双帅在对视。上架子了？没有没有。现在没有展出的消息啊。欢迎大家来到阿三的播不见啊！感谢馒头哥的红墙白雪，感谢馒头哥的支持，感谢馒头哥的红墙白雪。我先来了，在后面的啊。下面没有加关注的走走关注啊，没有加粉团的加粉团，欢迎大家来到乐乐蒙雷热门西直门三。欢迎大家来到阿三的播不见啊，大家下午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西直门三太子蒙兰，可爱帅气的小蒙兰，他选蒙兰选熊猫的各位一定给阿三点点关注，关注阿三，我们每天都来直播，每天都带大家看蒙兰看猫猫啊，感谢小面哥的擂鼓助威，感谢。小蒙兰，感谢独家哥的为您举牌，蒙兰最帅气，感谢独家哥的支持。蒙兰的小下巴上都沾满了血啊！雪球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准备随时扔过去了。来吧，你来呀，你来呀！哎呦，感谢妞哥的比心，哦，蒙兰倒挂，蒙兰倒挂啊！感谢小面哥的爱妞，感谢。哎呦呦呦！哎呀，蒙兰能不能？没事，我那有骑。感谢娃哥的粉丝牌。嗯，现在脚落地就可以了，蒙兰。超级帅！这不是下来吗？蒙兰这要干嘛？真的有点打滑啊，蒙兰。咋了？又跟又找到帅哥去了。又在看帅奶爸啊，还想跟帅奶爸玩啊，毛毛真的是哎呦滚下来了啊，一个翻滚滚下来了啊啊，真的毛毛真的很爱跟帅奶爸玩啊，又在这个雪地里打滚，在玩盆盆，盆盆球球也开始摇起来了。小蒙兰坐在这块啊，哎呦玩的真好啊，坐在这块。你抬高一点，我抬低一点。你前面的。右边是这个标牌。现在这人呢。哎呦，要雕地什么越狱吗？别奶吧。哦，哎呦，奶爸在那玩雪呢，玩雪呢。我刚说我拿盆接住，我拿盆接住啊。哎呦，一个小翻滚。别飞右边了啊！是三太子啊，是三太子。哎呦，要跑起来了。还要上一个喇叭，这是叼着盆上一个喇叭。小红兰啊，带着这个绿盆要去矮树那儿吗？哎呦，叼着绿盆上一个喇叭。
感谢四哥的擂鼓诸位。跟我去，叼着盆整啊，叼着盆整啊。现在在矮树这块，哎呦，盆掉了。黄兰盆掉了。哎呦呵，在转呢，在转呢，啊，在地上蹭呢。慢点啊，动动脑袋，动脑袋，上边有加配儿，省得吧。哎呦呵，又给我们蒙兰泼血了，又给我们蒙兰泼点血。啊，我走，我走。然后过一下。我进来，我就看到我出去了。要回吗，蒙兰？等会儿啊，我们看看啊。要回去吗，蒙兰？回去了。大哥来了。看看啊，又出来了，又出来了。跑起来了，蒙兰跑起来了。啊，跟那架子后头呢，跟那架子后头还跟帅奶爸互动呢，帅奶爸还跟那说话呢。还跟那个架子后面呢啊。你看帅奶爸还在拿血在跟蒙兰玩啊，奶爸扔血的那个位置就是蒙兰的位置啊，在架子后面。哎，爬过来了，爬过来了。又带这个绿盆去了。要踩着盆盆上跟奶爸聊天吗？蒙兰说：“我今天非出来跟帅奶爸互动一下啊，等着帅奶爸啊，我今儿非出来啊，咱俩打个血仗。”拉我一把呀，帅奶爸，你拉我一把。帅奶爸就在那呢啊，他要踩着这个绿盆盆出来，这红球就还有机会啊，绿盆盆太滑了。哎呀，算了吧，你帮我一把，你拉我一把呀。蒙兰说，帅奶爸，你只要堆的血足够多啊，我就能出来。看着打红球了啊，打红球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哇，太开心了，玩的好。欢迎加入加入李先生的电话，什么叫熊猫滚滚？看我蒙兰，这就开心的。蒙兰在雪地里打滚啊，各种打滚。你哪里滚？太嗨了！你给我点个录屏。家没有关注点，点关注啊！又。啊，小蒙兰又坐在这里。
哇，继续翻滚，连续翻滚，真正的雪佛兰呐！哎，要带瑞士越狱吗？这可以啊，这可以。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我今天的一架子，我这边安排好。怎么看见了吗？没有了。太快了，你来侧面给我拿着手机来，迈着速度都可以啊，太快了，跑的冲起来了，萌兰冲起来了，太快了，就跑的太会跑了，就跟我们的算力，哎，我来我也看不见，我们走吧，跑得太快了，感谢喵哥的比翼鸟，感谢喵哥的支持，感谢喵哥的比翼鸟，又去找奶爸了啊，要找的这个哎，抛盆玩，抛个盆呢，把盆抛起来了，说你接住啊，算奶爸你给我接住，感谢四哥的喝彩，感谢四哥的支持，感谢四哥的喝彩，小木兰啊，小木兰坐在这块坐盆里了啊，坐盆里了，歇一会儿啊，跟帅奶爸玩的这会儿太累了，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啊！但是帅奶爸还不停啊，帅奶爸不停，我们一趴着，帅奶爸就拿雪球砸我们。小木兰要去哪儿？我在体育场，让我歇会儿，继续来。帅奶爸，你别走，帅奶爸别走啊！他来了，他来了。感谢优哥的亲吻，雪天啊，有顺奶爸跟我们小萌兰互动啊，萌兰玩的太嗨了，感谢优哥的亲吻，感谢优哥的支持。哎呀，往来时不时都咩咩叫一下啊，要去哪边？又继续上架子了。怎么了？又继续上架子。
前面自拍杆放低一点点。哎呦，我那真的打雪仗吗？我打不雪仗。在架子上往这块儿往下推雪呢。晚吧，感谢优哥的爱的纸鹤，感谢优哥的支持。进来玩呢，倒车够不着啊，倒车够不着，现在必须得这么着下来。感谢小月哥的亲吻，感谢。欢迎大家来到阿三的播不见啊，大家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每人帮阿三打一张人气票啊，大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每人帮阿三上一张人气票啊，不用多啊，一张就够啊，一张就可啊，一毛钱的礼物大家帮阿三上一张人气票，每人一张，一张就够，感谢。哪个什么红桃，感谢红桃哥的荧光棒啊，感谢。别给你看，你往过走给我看。这不是看猫啊，这不是看猫，真的，这哪是看熊猫啊？这是，我跟你说，这房好在哪？哎呦，这是托马斯回旋。哎，玩开心了。阿三看熊猫。既然没有关注，找一个宝贵的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。自助点赞。小木兰在玩啊，还在玩。感谢大家的人气，感谢大家的人气啊！谢谢大家支持，感谢大家的人气票，感谢。哎呀，无意之举了，快！找不着在哪了。帅奶爸喜欢互动，萌奶也喜欢互动，两个在一起正合适啊。萌奶玩的可开心了。等会儿啊，我们小萌奶现在在那个玩那个紫色玩具下来了。帅奶爸一直都在。小木兰太活跃了，小木兰太活跃了，哎呦哎呦，拉青团去了吧，投弹去了啊，投弹去了，投弹去了啊，今天这个活跃的时间非常久啊啊，投弹去了，投弹去了，小熊熊过了一定算点吧，过来一定要多玩一会儿，身高一米九，站起来身高一米九。感谢馒头哥的热气球，感谢馒头哥的支持，感谢馒头哥的热气球，感谢娟哥的擂鼓，主位感谢。又去拿那个绿盆去了啊，又找帅奶爸玩来了，帅奶爸又低头。感谢无言哥的擂鼓，主位感谢无言哥的支持。好像进去了。没有，哎，进没进去？没跟上。进没进去啊？回去了。好像是进去了。好像是进去了。感谢樱桃哥的人气连击啊，感谢支持，进去了是吧？进去了，进去了。玩了好久啊，小木兰跟帅奶爸玩了好久。小木兰玩了好久啊 ，Hello 峰哥。玩了好久，小木兰跟帅奶爸玩了好久。不是跟帅